下九度吧。冬了，结冰了。今天香格里拉预报有雪，大概在中午，所以要赶紧走。水壶里的水冻了。昨天买的香蕉冻了。昨天晚上有多冷啊。Good baby. 哦天哪！不要紧，处理一下啊，准备一把冰箱。太好了。哦。饿了吧？然后放手。然后把手一扭一扭，就把扭整。外面已经开始下了。还是从那个亮了灯那个山上下来的。这是德军的县城。星光之翼，飘摇。